妈，这位就是我常跟你提起的大作家沙文特先生。沙文特老师，我家人虽然有点奇怪，但都是好人。好吧，我信了。哦，原来是作家先生啊，幸会幸会。碰巧先夫也写过一些书，就当作是见面礼吧。谢谢啊，选题很特别。大家来合影吧。好呀，在那张垂幕前拍吧。我突然有急事，先走一步。偶像亲了我的头。偶像亲了我的头。我现在才思如泉涌，我一定能成为一代文豪。儿啊，虽说男子汉大丈夫不拘小节，可是你这头是不是该洗洗了？都可以开采油田了。